大家好，系啦，欢迎收睇 Part 零嘅圣诞优惠节目啊！咁睇到呢个节目你就有着数啦。咁因为 Part 零咧会喺今年2021年嘅圣诞会有大优惠，咁无论你想买礼物俾自己，或者想买礼物俾你身边嘅朋友或者小朋友，都啱晒你啦。好，咁我哋事不宜迟，同大家介绍翻我身边呢位系 Elmo。Hello。Elmo 咧係我哋資深嘅 Part 零嘅前線嘅同事啦，咁再隔離呢位咧就係我哋 Part 零土瓜環嘅鋼琴導師啦，阿巴人嘅 ，Hello， 係啦，咁喂 ，Elmo， 係，阿天點啊？咁樣咧，其實咧我學咗鋼琴咧就一段時間，咁發覺自己咧好想學鋼琴，同埋想一直學落去，咁咧就知道今次咧 Part 零有一個聖誕大優惠啦，咁但我又想買禮物俾自己，又選擇唔到喎，你可唔可以幫我介紹一下呢？Hello， 我是 Elmo 啊。咁今次 Party 嘅聖誕數碼鋼琴優惠分別有三個性價比比較高嘅數碼鋼琴啦，分別是 Collins 嘅 Patron 88C 啦 ，Bolango 嘅 Piano 88同埋 Kawai 嘅 ES 110。咁佢哋都係各有特色同埋性能都比較好嘅鋼琴嚟嘅。咁呢款就係 Collins 嘅 Patron 88C 啦。如果你係啱啱學咗一段時間嘅話，咁呢款 Collins Patron 88C 系列就啱曬你啦。唔好睇佢細細部咁，得 4.5kg， 但係其實佢有好多分。它是一部呼88 key， 同时拥有双喇叭的电子钢琴，同埋自带蓝牙，还可以连接不同的 piano app， 充满电之后还可以续航用到12个钟，部琴还会包埋延音 pedal， 同埋会送埋个原厂琴袋给你，同时间又可以插埋耳机使用，部琴咁多功能还会送埋琴架同埋琴凳，真的很适合上悭位又上方便的你啊！系、哦，听落去真的很方便、哦，咁不如请我哋阿 Byron 嘅钢琴导师去为我哋示范下呢个钢琴啦。咁試完呢個琴之後咧，覺得佢非常之輕巧啦，都非常之容易攞出街啊，咁用嚟 busking 啊嗰啲都係好一流嘅。咁喺呢個咁纖巧嘅琴身咧，咁又不失佢呢個音色咧，同埋呢個嗰、那個質感咧，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好適合想隨時隨地享受音樂嘅你嘅。等我介紹埋第二款 Bolango 嘅 Piano 88俾你啦。呢部 Piano 高係日本嘅品牌。同埋佢喺電子樂器入面係好出名嘅品牌嚟嘅，而今次呢款 Piano 88真係價廉物美，不但呼88 key， 仲會有埋鋼琴嘅手感。如果喺冇充電嘅情況下，仲可以插電池使用，方便同人哋去 busking， 又唔使諗去邊度先有電源嘅煩惱。入面仲會有埋藍牙裝置，可以玩翻佢獨有嘅 Piano app。加上呢部琴嘅品牌又做到親民嘅價錢，又維持到一個高品質嘅性能，真係好適合想進階嘅你啊！不如我哋又揾翻我哋嘅鋼琴導師 Brian 為你示範一下啊！好啊！咁試完呢個之後咧，覺得Roland 咧不愧係呢個鋼琴界嘅名廠啊！咁嗰個音色同埋嗰個質感咧，都有翻咁上下果然。佢嗰個手感咧非常之舒服啦，彈落去咁都非常之適合對音色有要求嘅你嘅。等我介紹埋第三款 Kawai ES 110俾你啦。如果想買部好少少對音色又有要求嘅數碼鋼琴，嗱嗱嗱，有好嘢介紹翻俾你啦！呢、這個系列嘅數碼鋼琴係性價比比較高嘅數碼鋼琴之一，以全新嘅 RHC 鍵盤模擬翻三角琴嘅觸感設計，令你一個三角琴嘅體驗，同樣有埋藍牙功能，令你有更多元化嘅選擇去練習，加強自己嘅興趣，仲可以升級埋佢個原裝木架，適合有要求嘅你。我天，係咪就咁聽到覺得部琴好好咧？不如咁啊，我叫埋我哋嘅鋼琴導師 Brian 為你試埋呢部琴啊 ！No problem。感覺都
非常之似一部三角琴，不論是音色啦，都好細緻啦，同埋手感咧都係非常之好彈嘅。誒，同三角琴咧個分別咧真係唔大嘅。今次咧仲加大咗呢個12cm 嘅喇叭咧，令到佢嗰個聲音咧非常之豐富同埋厚實嘅。對於有要求嘅你咧，就非常之適合啦。好，咁大家咧聽完 M 嘅介紹啦，亦都睇咗阿 Byron 鋼琴導師為我哋示範咗三部嘅鋼琴嘅，係咪覺得好吸引呢？咁大家咧記得咧去 Patreon 嘅網頁度去選購啦。好，咁大家記得啦，由你睇完呢條影片開始，去到2021年12月31日，即係今年最尾嗰日啦，可以運用影片下面嘅優惠碼去進入 Patreon 嘅網頁嗰度去輸入呢個優惠碼嘅。咁輸入咗呢個優惠碼之後咧，就可以獲得7%嘅優惠啦。另外仲有300元嘅課程現金券啊，買滿2000元仲免費送貨添。另外睇一提大家，咁 Patreon 嘅聖誕優惠咧，仲有木吉他系列嘅，咁大家記得去睇啦。拜拜。